我生完小朋友之后咧，其实个身形变化上咧，我自己都觉得系多嘅。当你同人打招呼嘅时候，呢、這个拜拜肉咧就会多咗啦，同埋松咗，嗰啲妊娠纹咧就会多咗啦，个肚腩好似大咗、松咗噶啦。不如抽时间出去美容院度做一啲冷冻溶脂啦，或者人手一啲推脂肪嗰啲咁嘅 treatment。end up 我发现咧，其实效果都未系好似我想象中咁好啦。我之前一直都穿了 body bra 一段时间，都觉得个效果其实是很好的，但是知道了 body bra 原来出了一个新的 service， 就是 body beauty， 那里面就是for你有些定点的 treatment， 令到你的身形是有一些更加改善和提升的。其实我之前都有担心啊，会唔会好痛啊，或者会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啦。咁但系做完之后，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，系完全冇唔舒服嘅感觉。其实成个 treatment 嘅过程咧，就会似你喺度有人帮你揼紧骨啊、通紧淋巴啊嗰一种嘅感觉咁，系舒服到可以瞓得着嘅。我覺得整個胸型其實是緊緻了啦，同埋飽滿咗嘅，身形都改善了，立體了咯。其實坊間好像冇乜內衣品牌咧，係會有treatment 再加嗰個內衣咁樣一起進行嘅。咁出嚟個效果其實我都覺得係好唔錯，因為兩件事是相輔相成咗啦。因為個 bra 咧就可以令到我做完 treatment 嘅效果更加持久。